开始啦，我们第一站就要这边来了哦，这应该是好野人哦。慢一点，好，慢一点。有位美女，她说要慢一点，所以我要依她的要求又慢一点。看这边，美女。Hello。圣诞节快乐！好，好，我们再看，前面是一棵圣诞树哦，很特别吧？嗯，很多人来这边拍照，我觉得还蛮值得的。这边很多名牌。有点那种巴西的那种边界吧，觉得，嗯，外公，干嘛？是有一个女人在自拍，你看她的摆那个 pose， 哦，真的受不了她哦。好啦，我们要准备要换下一站了。这里是那个市政府的那个附近。入境了，去上快点。我是排队，他那个是蝴蝶，他是做蝴蝶的，他不是那种。对呀。我慢一点。你要介绍。介绍。这是那个 BLV， 很贵的，只看不能买。不大个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哇，你喜欢这种样子吗？他的衣服。太红。你觉得这个是适合晚礼服吧？是晚宴的。但是只能看不能买哦，应该是很贵的。它一个包包哦，十几万。就是那种，它不是有一次那种，有一年它不是有那种出那个编织的吗？编织的那种包包就是他们出的，十几万那个包包。你是叫我一直录对不对？好。当然哦。要喊看，你要跟我讲。抓拍门拍的，那应该不会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哦，真的。只是看而已。如果谁送给我这个，我会许他。你说的哦。哇，好大颗，你看。几颗？这个几颗啦？这个不，这个很多哎。哦。有没有？真的，开玩笑的，我不喜欢钻石，我喜欢钱，现金，可以买机票去旅游，我不要钻石。你下一个目的是哪里？下一个目的吗？哪一周？非洲？没，非洲是目前没有。你上次意大利不是有？没有过去，结果没去，然后后来去英国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现在是免签的哦，35个国家都是免签。你台湾护照我不一样，我的没有免。为什么？我没有拿台湾护。你为什么不拿？还要放弃泰国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先放啊。哦，放了以后就放了，不能回去。不能换回来吗？我是可以换回来。你可以换。对啊。我不行。为什么你不行？因为他那边你只能拿一个，你换掉哦，难，所以好奇怪哦，所以就算了。这是我的梦想，我的家。
你就要去 Hello Kitty。没有，我都没吃。什么东东？哦，这个是很高级的餐具。然后那个烛光晚餐，你有没有去吃过？跟你老公去吃过浪漫的？在海边。你有到法国餐厅？哪有那种心情？我觉得海边是最浪漫的，海边吃那种西餐，然后哎，在哎什么那个月亮月光下面，这个肉就 Vivian， 它是那个跟那个另外一个 Vivian 不一样的，对我有没有跟他们一样美？差不多啊，有啊，白痴啊。好的，那我们结束了吗？对啊，结束了，关掉了哈。没有，你按那个按暂停。人家的那个礼物哦，有几个美女在拍照，花心啊，来这边美女，看这边。好，前面这栋是台北的101，有没有看到？
很高的哦，101楼喽，101层楼啦。哦，我变那个缓慢，好吧，开放空间。那我们要去哪里呢？这边哪里有吃的呢？好，再照一下那个台北一零一的吧。你有介绍，我是在录，啊，我有在录，很大，